新发现，含一口水唱团里的歌，依次传递。猜错的人手拿应援毛巾跳无尽旋转。哇，没有水，有水一会儿。后台有水。依次传递，猜错的人。依次。哦、是说就是一个人开始唱，然后每个人都接一句，然后接错的那个人就算输了吗？是一个传一个吗？还是一起？怎么有点看不懂？那要是第二个人就错了，后面的不就没机会了？拿这么多纸干嘛？就是怕你碰到脸上。蛮贴心，蛮贴心。就是那从哪边起一个头？美琪那边开始吧。嗨。你其实最早开始的人最简单，因为后面的歌词你可能接不到。接后面你想唱什么团里的哟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告诉其中一个人吧，万一那我们就全都那个什么了，就哦，要不然唱我猜错了，他就可以说我唱错了嘛。要不然就唱我们啊，梦琪，我们不是 N 队吗？啊 ？KY。交给你了，贝奇。唱我们这套公演的吧，你随便选一首你喜欢的，不是 UNI 就行。嗯，这个公演的会不会太简单了？万一你确定万一一会儿错了，然后到你那你记不住词。你这样，等一下是依次传递。我真的记不起来我们公演词。哎呀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你来吧。他一首歌都记不住。我准备好了。是要接歌词还是？接歌词，传一个，然后也来点水。哦，好的。哎，最后一个可能会很难哦。咋回事哦？不行，我现在看刘杰有点心里阴影。从哪边开始？对不起，你不要想你拉票的那个动作了好吗？你别喷出来，不要笑了。对不起大家。少喝一点，喷出。少喝点。嗯，来吧。来。你有唱词吗？要张嘴，唱词，这样唱，就不说你唱什么，哎，咋回事哦？纸呢？干嘛拿那么多纸？来，很有先见之明啊！他输了，把地擦了，对爸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你口红。你口红掉色，杰哥，挺住！真的，因为是水进到鼻子里面了，天哪！流眼泪了，眼泪也擦一擦。哎，我还是蹲下了。我放弃了，我认输，你们接着来。啊、来吧，是吗？你放弃了，那你直接跳吧，我们赢了。不要，可以一起。太惨了。嗯，少喝一点。对，对着我。你唱吗？唱一句，你唱这么多干嘛？不是，喝完了就到这儿吧。蛮厉害的，是吗？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。你知道我唱到哪儿了吗？你唱太多了，你唱太多了。你可以从下一段主播开始吗？我都不知道是哪首歌哎，你唱什么？哇哦 ，When we are young， 哦，嗯，你怎么提示呢？啊，不能提示。这样猜出来，你别看我后面。上职，嘉瑞，嘉瑞，以后我就叫你。我刚才好像看到室内喷泉了，嘉瑞。
看到了经典，还是那种特别高级从圆中间喷出的圆形的那种，一会再拖一拖。你在表演什么？哎呦，喷泉表演，做了一幅画在地上。感谢赵佳蕊。室内喷泉，哎呦我天哪，还喷泉表演。我干嘛拿擦地的纸嘛，擦把脸也擦了一遍。蛮好的，好。你还继续吗？你还继续吗？我全全算全全全全不继续了，你来了。你也放弃了？我放弃了。你们看我，我害怕。怎么了？唱到哪儿了？我忘了。哎，忘了就对了，来吧。嗯，哎。你会不会从鼻孔出来？我应该下去把那个花枝剂。嘻嘻，小心。春日的伞拿上来。他跟我们唱的是一首歌吗？就可能节奏不太对，但是好像有点调，感觉调很高哎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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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春天在哪里？跑掉了，看见雪我都听出来跑掉了，都被我喝完了，是吧？西西来吧，这太难了吧？这怎么能唱得出来啊？是春天在那里呀、啊、你知道我唱的是哪儿吗？也相爱没有误解，没有这个词儿，哪没有？张希淘汰，不记得新公演歌词。来吧。也相爱没有误解。李美琪好勇敢哦，是不是很难？你离这么近，他这个身高喷不到我的，他身高喷不到我的。你直接喷他脸上，直接喷脸，他喷我接着，你敢喷吗？你喷，啥呀？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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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。阿凡感觉很像青蛙在叫，就剩最后一句了。呜是什么？蛮完整的，这个节目不错。太难了。对啊，是吧？很难，真的很难。不如你唱给大家，害怕了。不如你唱给大家，保重保重。我笑一笑，我不会。这样这是什么攻击？哎。我忍不住，你才是真的喷泉。不是，我想说，我站在这儿应该没有问题，为什么是这么过来的？咋回事哦？你还喝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来，王师萌，这次不会了。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离大家远一点，你冲！哎，你上着他们唱嘛。碰他们。为什么是我？哎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想，你要化妆？纸呢？这
这个太有难度了，我不行。我袜子都湿了，我湿了，我输了，我鼻子跟眼睛都流水了。金，您真的好拼啊，辛苦了。李美琪，一会儿把地拖了。不是这个有什么技巧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技巧，就尽量不要伤害到别人。对，经过这个 MC， 我们得到了什么？那个什么？知道懂得了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夏天要不要喝水唱歌，夏天要多喝水，然后热了就让对面的人喝水唱歌，给你清爽一下。是，嗯，让对面的人喷水。嗯，对。那刚刚的惩罚还有惩罚，含着水唱那个舞，还有惩罚，对，还有跳哦，拿毛巾，毛巾呢？没有，也没有毛巾啊。地好滑哦，李美琪拖地。哎呀，还谁的？哦，所有的，所有人的。我们输的人太多了，是三个人。姐姐可能没有想到，哎，没有，无尽旋转不是有那个麦架吗？你们赢的人就是麦架。对，为什么要拿毛巾？赢的人是麦架，我赢了。哎，那刚好三个麦架，哦，对，正好三个麦架。哎呦，来吧，一人一个好吧。但我已经忘记怎么掉了耶。来吧，我是麦架。太高了，不行，你得换一个。我还有放麦的地方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有人用我吗？I want you。这段不会唱，完全忘记了，一个动作也不记得，脑子。这不是惩罚，我蛮嗨的。要不然就罚我们，要不然就罚我们拿毛巾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拿毛巾把这个地擦了吧。为什么要拿毛巾？拿纸。这是我们的应援毛巾哦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是我下手的绷带。擦吧，擦吧，输的人擦，输家擦，输的人擦，输的人呢？我们现在人就给你们加油。我们现在宛若那个被那个恶毒后妈欺压的灰姑娘们，快点啊，擦干净。好可怜啊。这里。I want you。恶毒后妈，我们不要在这儿擦地了吧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大家踩一踩就干了，没事儿。嗯。好，虽然一会儿就是滑冰。总结一下王世萌啊，总结一下就是热了的时候就让对面的人喝水唱歌，对，就是以赵佳蕊为首，然后那个李美琪为主力，李美琪是主力，特别牛。嗯，虽然我们这么玩，但是大家平常也要珍惜水资源，因为可能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。这就是你的喷泉的理由。对，珍惜水资源，能往脸上喷就往脸上喷，不要这样喷。这种游戏就是只是娱乐而已，请勿模仿。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，很多人都没有水，所以说就是大家珍惜水资源，然后我们跳舞得了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对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下面的歌曲吧。谢谢你们，耶。